但我有两个小问题。嗯。我想问你，那个小房子的数量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变呢、啊？在变呢、啊？当然在变了。我问你啊，因为你每天吃饭、饭量会变不啦？也会变的呀。对，但是因为我上个月打通那个卢台长卢台长的看图腾的电话的时候，你跟我说要差不多300多张还是什么的，然后在下个月我又打通，我是想可能肯定会减少，但是你是说已经念完了，但是我还没念完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念完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念出去的这些小房子已经相当于本来你应该念小房子这些数量了，因为质量比较好，听不懂啊？哦，OK，OK，OK，明白。